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今天我想问一个关于我的二女儿，今天我想问一下关于我的二女儿啊，她是二零，就是你手上抱着这个是吧？对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属鸡的，2017年12月19号。用不着你讲。好。我先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属鸡的。对。2017年12月19日。他有大问题了。对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的脑子啊长了没有长全而且血液有问题对，他身上的湿疹可能就是血液，就是血液问题啊，血液问题。感恩感恩。这跟你在肚子里的时候吃活的海鲜有关系啊，你补啊补啊补到他身上去了。听得懂吗？这孩子皮肤很糟糕的，背上都有，肚子上也有，前面和背都有。对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拉痒，都挠破了，对对对，都挠破了，全是鱼啊。鱼哈。赶快给他念往生咒啊。往生咒。还有小房子啊。多少张小房子？21张，21张一波念吧。大概要先要念到180张。好的。好吗？需要放生吗，师父？放生要的。需要放生多少条鱼？1200条。1200条。好的。你记住啊，有一条鱼堵在他鼻子上，所以他的鼻子啊，要么流鼻涕，要么不通啊，鼻子非常不舒服。好的好的。听得懂吗？ 好。而且你看他的鼻子啊，长不大，长不高。那条鱼堵住了。人家女孩子鼻子比较大嘛，高嘛，她鼻子瘪的塌的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。看见还有一个灵性。还有一个灵性。我看看啊，哇，跟她长得蛮像的。哎呦，一定是你打胎的孩子，你有打过胎的。对。我需要先把打胎的孩子超度走是吗？是啊。好好好。赶快念掉。好好好。56张。56张，好，感恩师父。好吧。好的好的。太活跃了，你这个孩子太活跃了。对。太活跃了，停不下来的。性么急，性这么急得不得了。对。脑子这么快，反应蛮好。我想再问一下，就是我婆婆家的佛台怎么样？婆婆跟你不是住在一起的是吧？原来在一起住，现在有了老二以后刚分开。婆婆几几年属什么的啦？婆婆是属羊的，应该是53年吧，55年。55年属羊的。对。婆婆蛮厉害的，很有能力啊。对对对，嘴巴很会讲啊，有点 power。有点能量。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念经念了很长时间了。对，我婆婆很虔诚。很虔诚。你告诉她，她过去在秦始皇的时间里啊，做过这种小将军的。对对，她的性格脾气雷厉风行。就像男人做军队的一样。对对对。你要叫他到西安兵马俑去看，他保证满眼掉泪。你听得懂吗？好，下次带他去看看。菩萨来的，有天官下来了。真的真的。他现在天官告诉我说，他有过一个劫，差点出大事。对对对对，菩萨后来保佑他呢。对对对，感恩师父。5年前他得过肠癌，了做了手术。对对对，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。所以要相信菩萨，明白了吗？好的好的，
我想再问一下一个亡人，他是2005年去世，何启，何是如何的何，启是启发的启。我想问一下亡人现在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何启是吧？对。啊，嗯，看到了，眼眶这里有点凸出来，这里肉少。啊，对对对，嗯，头发往后梳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嗯。玉界天。啊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嗯。感恩师傅。好好努力啊。好好好，一定。好了。感恩师傅。